你瞪着我干嘛？你削的苹果皮都不会断的。哎，因为小时候啊，我爸跟我说，只要削苹果的时候苹果皮不断，许的愿望就会成真哦。这个你也信啊？哎呀，不信白不信。好了，阿姨，给你。苹果你吃啊？您刚才不是说不想吃吗？所以我把这个苹果皮的愿望送给您。真的要对着苹果皮许愿啊？我觉得挺傻的。你想啊，你要是不成真的话，你就当多了一个愿望吧，也不亏，是不是？快许吧，许个，许个。好。我希望小周的爸爸不要跟我离婚。离婚？沈文君，就你这坏脾气，我真的跟你过不下去了。离婚？离婚？你现在有钱了是吗？你有钱了不想要我了是吗？那离婚孩子怎么办啊？孩子跟我，我就是净身出户，我要跟你离。我现在跟你过一分钟，我都觉得是折磨。离婚，阿姨，没事吧？阿姨，你瞪着我干嘛？妈，你瞪着我干嘛？别激动。你瞪我干嘛？周晓，他是叫医生。你瞪我干嘛？你妈，你冷静点。你冷静点，妈。你瞪着我干嘛？妈，我在呢。妈，你瞪着我干嘛？妈。喝一口吧，小心烫。天这么热，我不想喝热的。压压惊。那是你喝吧，我看你比较害怕。我担心你。我知道。对不起。没关系啊，